简单的游戏。好，对，手叉腰来，手叉腰来，我们现在往你的左边来动一下，左边，然后再来往右边再动一下。哇，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屁股的弹性度够不够，大家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来，靠近一点哦，靠近一点哦，对，我们轻轻的看能不能碰到你左边那个人的屁股哦。来哦，我们来，来哦，对啊，先靠近，靠近，对，靠近哦，靠近，有没有靠近？好，来靠近，我们来看看，往来往左，往左，左左左在哪边？来，再往右，好，再往左，再往右，再往左，再往右，来，伸出你的食指。食指在哪里？食指哦，食指哦，这时候食指就要加上屁股，这样有没有更容易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肚肚。还有肚肚哦，哦，这样肚肚有点难哦。来，食指哦，来，我们这时候一，然后屁股就要过去了哦。二、三、四，好，一二一二，好，我们现在一二三四哦，记住好，来，我们先来练习手指头，来，手指头，来，一。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可以了。来来，动一下屁股，首先不要动，先动一下屁股。来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好了，加上手哦。这时候很困难，我们这时候来看哦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。二三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比较困难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哦，我都觉得好困难，我等一下怕我做错。来，我们请牧师娘给我们一点音乐，好不好？我们来，那个什么，要学哪一首歌？考验牧师娘吗？啊，是这样吗？要嗡嗡嗡还是伦敦铁桥？好，那就伦敦铁桥喽。我们先手指头来，先手指头来啊、哦。
那我们也欢迎那个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坐，哦，就可以陪小朋友一起坐。好，有没有小朋友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。好，小朋友大家好。老师好。老师今天有一点感冒，所以讲话呢，鼻音会比较重，可能力气不会太大。好，那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好，看到很多小朋友，你们知道今天我们来做什么活动吗？做什么样的劳作吗？动画。好，那小朋友喜不喜欢动画？喜欢。可以讲讲看你们看过什么样的动画吗？来，你说。柯南。柯南啊，哦，柯南很有名。好，还有呢？神奇宝贝。神奇宝贝，神奇宝贝很多人在玩。啊。还有吗？啊，小朋友说。哆啦 A 梦，哦，小叮当，还有呢 ？ABCD。你们意思是说是天线宝宝吗？龙猫，哦，龙猫没错，很多小朋友喜欢龙猫。鼻涕虫，鼻涕虫哦。老师没有看过啊，你说，拉沙里熊哦，我听过啊，拉沙里熊，拉沙里熊啊，你说，我们黑人三条线，还有弟弟啊，还有弟弟。小男生，你说，你说，啊，好，好，可能是老师没听过的卡通，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看卡通，好，神奇宝贝里面的怪物是不是？好好，神奇宝贝，好，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看卡通，其实你们漏讲了很多很有名的卡通啊，像是很多玩具动来动去的啊，然后还有一台车子很有名啊，很会跑啊，什么闪电啊，闪电麦昆啊，有小男生喜欢的啊，还有玩具总动员，这些都是动画。那其实呢，动画的范围非常的广。刚刚讲到的，你们喜欢看的那些卡通，那是其中之一，哦，但是属于动画，大概可以分成二 D 动画、三 D 动画，还有就是逐格动画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忘记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安爸老师，安全的安。安爸，其实这是我的儿子叫做安安，所以我叫做安爸。对，你可以叫我安爸老师。安爸老师以前在动画公司做过，我有做过一部卡通叫做《演小妹》，不知道有没有请小朋友听过？好，那讲到动画呢，我们这两天营会的主题都会围绕在动画这个主题上面。那好了，老师讲话呢，底下的同学就把嘴巴给闭紧啊，不然等一下老师要讲解怎样操作，你们就不会做了哦。好，那动画的主要原理呢，其实就是四个字，叫做视觉暂留。好，你们只要记住这四个字，视觉暂留。那这两天的营会呢，我们都会来操作有关于视觉暂留，这个现象的一些劳作。连三个人就
那老师今天带了一个道具，这是一本神奇动画书，叫神奇动画书吧。仔细看哦，等一下老师会传阅给你们看，仔细看哦。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样子的图案，有什么样子的线线啊？会动。好。好，等一下老师会传阅下去哦。好，有没有看到是不是有一个女生在翻跟斗？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？这个是怎么做的呢？等一下老师呢会运用这个原理教小朋友怎么样制作这个动画翻翻卡。好，那大家看到这上面呢是不是有黑黑的一条一条线？黑黑的一条一条线呢？这个叫做格栅，这个叫做格栅。那这个图形之所以会动呢，是因为这个格栅的板子它在跑动，会遮掉有一部分的图案，然后露出某一部分的图案。所以当我们在翻动书的时候，拉动这一块格栅板，图形就会跑动。基本的原理是这个样子。那等一下老师会发一些材料让各位小朋友去操作。小孩呢可能就需要爸爸妈妈或者是助教呢帮忙协助一下。我说这一本书可以发下去给小朋友看看。